现在全家买了这两瓶 Green and Safe 永丰余的气泡茶，分别是梨山气泡乌龙茶，还有红玉气泡红茶，我们就两瓶都来喝看看吧。今天也是一次开两瓶来喝看看，我先喝梨山气泡乌龙茶，刚入口感觉有种果茶的甜感，看成分表有用柠檬酸和蔗糖，我觉得气泡偏弱，茶感也偏弱，整体喝起来就是有点乌龙茶风味的微甜气泡水。接着喝气泡红茶，这款也是差不多的感觉，入口会先感受到气泡的刺激感加上甜味，茶感相对不明显，这两款叫气泡茶，所以我喝之前对茶感有点期待。他们跟旧选算类型有点像，相较之下我觉得有比旧选清爽，但小小瓶茶感也不强，个人会比较喜欢旧选系列的甜感气泡茶。喜欢尝鲜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也可以留下你的想法哦。大家拜拜啦。